男孩们有单车梦，圆一个没有后顾之忧，全心全意参加比赛的梦，圆一个可以跟对手配备相当，一争高下的梦，圆一个可以代表台东站上金牌领奖的梦。18岁的苏许晨要办赏鸟摄影展，真的很开心，谢谢。李乾隆跟他的伙伴计划修剪铁道旁的路树，并体验攀树。其实这个行道树有很多被乱修，一直都没有被好好的重视。尤雅玲邀请您来乡下体验生活。台东这个乡下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很深刻感到很多的温暖。阿美族人柳哲光计划带着手碟到各大医院跟学校去表演。我觉得透过手碟音乐的表演去分享，是很棒的。这是荣获立法委员刘兆豪第5届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，努力爱台东，努力提出计划，赢得站在巨人肩膀上实践梦想的5位得奖者。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过程，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温暖，好，能够陪伴，能够参与这么多对台东有梦想的人一起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，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。刘兆豪立委深受得奖者的想法感动，再次重申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会持续的举办。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